你玩好你自己的，哎，就讨厌这种就是，哎，这个自己吧还没咋地呢，哎，开始上来就说队友，哎呀，你这阵容咋咋地呀，咋咋地呀？你玩好你自己的，啊，你先别管别人，别人跟你没啥关系，抽一下。斜着 Q，我们不 A 兵啊。Q 一下，没中。点 Q 点 Q。点，扣一下点，你敢无视我的鱿鱼？嗯，你敢无视我鱿鱼？无视我可不行哦，先吃个药。扣。把他鱿鱼丝儿给他打掉，不知道他二级学的啥，W 一过来 Q 一下，嗨呀，点 Q 一下。W 点塔，点吃药，把他鱿鱼丝儿给拔了啊！W 一过来，点 Q 点，哎呦，有点痛，不过没有用啊，不急，他没有突进技能。除非对面打野来了，兵有点多啊，稍微清一清，W 点 Q 点一过来，致命点炎，点 Q 点。对，你就打的假的啊，也不打真的，打假的。胜方是伊泽瑞尔。抽一下，闪现来，哎，舒服。你不闪，我还不交易呢。来个皮海，两把长剑，出两瓶药。杀敌数达到888个，如果一盘杀一个，我得杀800盘，我得杀啊，我得杀100盘。Q W。再扣平 A，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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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接扣平 A，这干嘛？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应该呀，这，这人也没打我呀。打我的灵魂，正常是不会让我本人死亡的呀。闪现躲个 Q 好了，闪现进草丛应该能反杀他。没事，小问题。
我发现呢，还是不能让他拽呀。让他拽，果然还是不太好打的鱿鱼。除非我们选的是维恩，小黄毛虚区还是差了点。我推过去。点 Q 点点 W 点 Q 点点 Q 点致命点炎一走 QW 点给大硬追呀，这头真硬啊，这吃一波塔皮，走了，回家了。约泽瑞尔，1500块钱，我差50。这样吧，哎呀，好难受啊！差个车钱，不知道他们家寡妇搁哪呀，万一这波来赶赶我，得不偿失啊。这是要干嘛呀，这是。这你就顶着我打啊。哎呦我操。哇，这玩意儿是真恶心，这玩意儿也太猛了。他就一直在那打假的，你知道吧，他都能给我打死。确实不，还是不能让他给拽啊，一定不能让他给拽，拽了我们就够呛，一定不能让他给拽了啊，下一波是一定不可以让他拽的。点走呗，你大爷的，等我们装备起来了就打他就疼了。把他这鱿鱼丝儿都给他打了，妈个蛋的，打不了 AE，Q， 闪溜了溜了，再 Q，
现在这是打假上瘾了，再抠，再抠 ，W 流点燃 ，A Q A 一死，好闪。你想用相同的一种手法来击杀同一个人，兄弟，那是不太可能的。我先闪现一手 ，W 接 Q， 寡妇交了个惩戒。嗯，这我得点一下防御塔，我得吃个塔皮啊。这寡妇100%还要gank我们，知道吧？100%，我们就慢慢抠，我也不着急。嗯，我慢慢抠。打不了抠，我一走，这回我不让你打了。别急，这个鱿鱼丝先别打了啊，等被动没了再打，省得他又生。拿5块钱回家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无敌了！出门。360。现在这魔切叠的真快呀！我们现在40%的技能极速啊，相当于30%的解析力。抽一下，抽一下，打不了，抽一下。把他鱿鱼丝都给他拔了，他肯定搁这个草丛里边呢啊，扣一下。啊，在这里。还有可能寡妇又来了啊。W 溜点扣一下，一过来平 A， 再扣。W 放扣，我打他已经很痛了，发现没有？W 接扣点燃给大招，意思没完没了啊！回回这么打，你真以为我的虚区很低是吧，兄弟？跟你说了，不要用相同的方法杀同一个人，那能成功吗？一血塔没了，魔切了。哎呀，这！哎呀，1850，差点钱啊！打不了扣，算了，太费劲了，我用大招清一波石头人。
回家了。小黄毛现在伤害比以前低了，耀光伤害有点低，以前耀光是100%的那个额外附加伤害，是不是？可以了，这个装备我们已经无敌了，在16分钟如果能有这两件装备就等于无敌。鼠标不太好使，哎，打个红，甩个大吧，来往这里甩，应该能甩得到吧，估计。好，收了一个兵，不错啊。维恩被鱿鱼给杀了呀。其实你们还真就别嘲笑我补兵少，就是补兵没补好，我就即使补成这个卵样子，我在18分钟依旧咱有160刀。但其实也不是说明我补刀好，只是说明我们线上吧不太打架，打架打的比较少。这小法师有点意思啊，为什么我都没有看见他的框我就被晕了呀？这是 bug 吗？没有看见技能我整个人就晕了。继续上，我们这种无敌的伊泽瑞尔啊，就是得上。就是得上高地，我打他已经很痛了。WQ 再 Q， 要让他碰不到我们，知道吧？没人了是吧？有没有人？抠一走，再抠，再抠，抠给大。抠一下，一打不了抠，点烟，抠一下。再抠一下 A W A A 一抠平 A 再 A 再 A 抠闪平 A 抠一下回头一 W 抠平 A 抠死再 A 吹波扣，给我拿下！我让你看看我的虚区。
居然可以 Q 闪，我是 Q 完再闪现，所以是 Q 闪，没毛病吧？破败来一个，九头蛇来一个，我就说我怎么一个 Q 甩个大吧，小法师唰，哎呦我差一点点这个人就死了，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，600滴血他必死，MVP 没了，那没办法。